少爷，出命了！哪儿？一等上校。不能吧？子安，怎么了？大清早死人死人了！哎呦我天，你这太好了！死人了，我以为是你呢。死人了，怎么回事？之前看错你了，没想到追到车上把人给杀了。啊？这样，你从这儿出去，然后一直往北走，会有人接应你。然后这个钱呢，你拿着，剩下的事你不用管，我来。不不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走？你不杀了瓦世英吗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啊？干活。